好，现在我们正要游说，看我以为是一个人，游说大家去走六夜市。可是呢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。哎，这是数据圈的房间，我打开咯。再开战，哎，你没有开战。哦，这边卡掉，欸，我们接下去，我们讲错了，失败了，我们刚刚什么都没做，戴心也要，啊，可是我刚刚，要，跟他不熟，对啊，干，这样只剩一个人，欸，谁是二，这么不吉利的事情代表我们去游乐室会死，结果他在打炮，欸，我们现在要来到了深夜的房间，你看东西丢成这样。发现，哎，这纸条又要贴了一个礼拜，还是没拿走。对，老师，哎，我们现在问看他要不要去斗罗夜市。你会发现他在做一件事情，开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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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，切换的快嘛，哎呦不错嘛，哎呦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哇，哦，下次我们再来。太预算了。哎，脚张那么开。哦，毛掉一地，我怎么跨到这样失败了？然后看三角。